哎，小心，你不是吃肉吗？嗯，等不上了。羊肉嘛。嗯，那你吃完咋就赶紧走？我那个羊肉，你让姐姐一会儿，30分钟，小姐，30分钟把火关掉啊。嗯，一会儿我回来吃，先买东西。要不然咱们等着30分钟，我再吃完今天中午吧啊。你吃完咱俩就走吧啊。嘿嘿嘿嘿，你俩抢手机干啥？过去。来，对，跟妹妹好好玩。对，好好玩，两个。站起来，你不会走，起来，不行，站起来。哎呀，你看，两个人开始抢手机了。你看，两个人会抢手机了。来，咋看？高兴，看不了了啊？咋看？耶。哎呀，来咋看？哎，咋看？高兴？嗯？哎呀，你看你妈这个手机在这个地下摩擦哦。嗯？哎，给谁打过去电话了？我看。耶，小弟，耶，高兴给你，不知道谁打过电话来，高兴接起来了。给。给你们了，给。来了。谁了？我管风管的操！又高兴又安静的老天爷子。呀。你看我们姐这样子。啊。谁了？哎，天哈个姑姑。给姑姑打过去了。哎呀。行了，手机，你让姐姐把高兴和妹妹看住。你先不要吃了，一会儿回来吃羊肉啊。半个小时，30分钟，让姐姐看着点啊。30分钟就把火关掉。嗯。给我老公。我就不等了，半个小时我赶紧过去买东西去。哎呀，高兴呀，赚的老头昏了你。让他少吃点啊。让手机少吃点，一会儿回来吃羊肉。看看我的羊肉，现在卤了是二十多分钟了，再有半个小时 ，OK 了。这个鸡蛋煮的差不多了吧，手机？啊，等一下让姐姐看吧。那咱俩走啊。干啥？高兴，你干啥？你干啥？爸爸看你咋生气？来，咋生气？咋生气？哎呀，咋生气？哎呀，不要看。哎，好了，再把你放在这儿吧，扔在这儿吧。走了。车钥匙，手机把车钥匙拿，把车钥匙拿上。我能知道？哎呀！我每次回来都你拿的。啊，我没拿。哦，这儿。爸爸不带你今天上午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姑姑，不小心按过去能聊这么长时间，你说怕啥吧？你没事儿嘛，你挂了就行了嘛。无意中高兴给按过去的，人家拿起来就聊这么长时间。嗯。叫爸爸。哎。耶。走了，小鸡，能走吧？啊，走。又高兴又吃奶呀，又看。哎呀，看这低保人取钱有多费劲儿，就像中国人贴支票，好嘛。这是啥了？手机我看一下你这个是。这个是今天的日期。日期，这个是
这个是九月二十五号了，你们这个是我看我看，这个是9月25号，你们是倒捏的，这个是2079年，所以我们中国是前面的，多少多少年，多少多少月，你们这儿是倒的来了，多少多少月，多少多少年，哎呀，先有月后有年，你们这儿，看不懂了，出来跟我们中国的不一样，我们中国是哪年哪月，你们这是哪月哪年。你看，哦，行了，手机，这赶紧去，谢谢。哎呀，去了赶紧买东西，还有好多买的了。哎呀，太费劲了。你妈的，开通个手机银行，手机拿手机转这个啊，嗯，走了。那高兴跟妹妹就在家里面跟姐姐，咱们一会儿回来啊，回来再接高兴。鸡蛋熟了。哎呀，两人好好玩。看看这个。家里面，你给妹妹把袜子脱了干啥？你给穿了是脱了，高兴。哎呀。你这么会的，嘿，给穿上，给妹妹穿上，激素，对，穿上，对，咱俩快快悄悄的走，让姐姐把门关好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手机，你看，哈哈，哇哇的。工具，家里面留呀，这个再拿一个，看看买点工具，都是进口中国制造，飞鹿、木工勺子，都是中国的。哎呀，我来尼泊尔买了个都中国货的，支持中国的。好了，赶紧算手机，多少钱？叮，嘿，回来呀、啊。你的手里面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让你抱一下，你还嫌人家手脏了，生气。妹妹睡着了，一会儿能吃饭。手把羊肉熟了，这个羊肉是真是太香了，一半熟了就能吃了。吃完就能去香咋了？哎，姊妹俩连走他就把家收拾。司机，姐姐也回山上几天？好，那就赶紧收拾走嘛。行吧。还有拿个袋把外面那个骨头给狗狗拿上，还剩饭啊。别洗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妹妹晚上回来收拾一下再了。你打电话让妹妹回来收拾一下啊。咱们赶紧走。那个拉砖那个车走到哪了？他走开了。好，我们走开，咱们也赶紧走啊。高兴还睡着了。吼起来，别睡了。他这个属于午休。我高兴中午休息。哎呀，好了，那你别洗了啊，现在就走啊。没有了，让姐姐别动地了，赶紧走嘛。一会儿那个拉砖的车又找不见地方了，你让他在。他去过咱们那个地方。行了，知道就行。用不用拿点肉了给山上？那我拿点肉啊，把冰柜里面肉拿点。